开张天籁马哈，起义人钟哦，这个是对联的哈，对联句，而是相传是那个陈抟老祖哈，他的句子，他这个点他是刻在哈龙门的石窟的摩崖上，他原来的字哈，原来这个句子是用那个魏碧婷写的，这部作品呢是把它写成那个隶书体，啊。开上天岸嘛，它意思是说你开阔的天岸，天岸的意思，它的意思是说在天底下的马，天然的马就是指龙，就是龙级别的意思啦，奇异人中龙，奇异就是讲变幻莫测，人中的龙，龙就是龙，类似龙龙凤俊杰的意思啦，有意思就是龙甲人。来对进阶，这样大概是这个意思。